就是这双十字造型的十存饼，荣获2023基隆好物，以在地食材为引，大航海历史为轴，咀嚼中可以品尝到海藻独特的香气，了解诸圣教堂遗址，将如护身符般的卡拉瓦卡至真至善十字架吃下肚。这是一个可以吃的历史，把西班牙当年他们带来的双十字架，然后加上在地的食材食存，然后把它做出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形状。还有与在地连结的纯真小岛，模拟基隆屿的棒蛋糕，撒上食存粉，搭配新鲜的海葡萄与鲜奶油及石花冻绝配。想要表达这是和平岛的岩石区地景，所以这个整个合起来就是基隆屿的风景跟和平岛的风景。业者徐正明在和平岛创业，旅出其中就是希望打造永续与在地连结的好物，为了让旅客可以将美好的记忆带走，还设计了这咖啡礼盒，一笔勾勒出和平岛最独特的景观，给人视觉上满满的享受。我们店里的咖啡豆全部都是用精品等级的，那游客喝完以后会喜欢，他就会想要带走，所以我们就将它做成很方便的这个咖啡绿挂包的形式。餐点不只有创意，还要有品质才能受顾客喜爱，而这里也是宠物友善餐厅，吸引不少民众远道而来。觉得老板娘他们超亲切的，对猫小孩也很好，然后餐点也很赞。友善宠物加友善环境，咖啡厅还能做什么呢？与婚宴结合，将在巴厘岛创业的海岛婚礼模式引进，不断的琢磨精进，要给新人最独特的婚礼记忆。你愿意接受 Gabriel 成为你的人生伴侣？从2007到和平岛开始，没有停下脚步，持续累积堆叠品牌价值，期许每一次都要给人满满的惊喜。记者蔡小军，基隆报道。